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么师父告诉我们说，透过自我消融所达到的无我的境界呢，是最高的境界，非常值得我们去追求，也可以带给我们智慧、慈悲跟快乐。但是呢，也有不少人因为误会了什么是真正的无我，而产生了诸多的烦恼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这方面来继续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小姐好。是师父，关于无我的误解啊，有一个例子，譬如说我有一个朋友，那么他有一天呢受到家人一致的指责，他内心里面波涛汹涌，可是呢他表面非常平静地完成了那个工作。事后呢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哎呀，他真是达到了无我的境界，可是我们一致都认为那不是无我。不晓得师父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么样？他是因为他希望无我了，他认为这样子讲就是不为自己想，不为自己考虑，只是考虑到家庭里边的和谐，那个大家和谐快乐，这个和好无事，那能够达成这个目的，只就是有点委屈没关系。我想这种情形呢，一个大家庭里边的媳妇都会扮演这样的角色。另外呢，在一个公司里边呢，也可能有一些人会扮演这样的角色。一个团体里边呢，也可能有人扮演这样的角色。这个它是为了整个的一个公司设想，也可能他自己就是老板，也可能自己不是老板，但是呢他很爱护这个公司。那这整个团体来讲，他可能负责人，也可能就不是负责人，他就很爱护这个团这个整个的一个团体啊。他们会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所以牺牲也就是说委屈自己成全大众，委屈求全，委屈求全。是全是什么呢？全是全体整体，委屈是呢个人，那个人是委屈了，这个是还是值得的，因为整个的家庭或者整个的团体或者整个的公司因为自己是委屈，而这个一个全体能够平安，全体能够和谐的利益，那自己还是值得。有的是默默地做的，谁都不知道，有的呢有的人知道啊。那么像这种人往往就是受人赞叹的人啊，就是，但是呢，委曲求全是不是说就是非常好的？如果委曲不能够使得大家和谐，那这个委曲是不必的。如果能够自己觉得委屈一点，自己的知识低一点，自己呢吃亏一点，那自己。就说吃亏一点，就付出啊多一些，那这个能够大家觉得很快乐，这个人本身呢渐渐地渐渐就会形成这个环境里边的自然的领袖。是不是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负责人没有关系，他自然而然变成了这个自然的领袖，有的可能是意见领袖，又不是意见领袖，就是道德领袖，就是道德良心的领袖。人家一想到一考虑到说某某人是我们这个团体的是菩萨，某某人是我们团体的是一个精神上的领袖，这个灵魂，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，我们这个团体可能很糟糕，因为这个人所以说我们团体的很平安。那如果是这样子做算不算无我？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一个，这个无我呢不在于外在的看法的，外在不知道，外在呢只知道这个人是很好，这个人是
为了全体啊，这个可以啊，委屈他自己。那么这个可能说，大家看到这个是，这个没有他自己势力设想，为公益设想，这个应该说是啊，是这个为大我而放弃小我，自己小的我不在乎，而成就大我，这个不叫做无我了。可是如果更这个狭隘一点，或者是层级更比较更低一点，嗯，他是有目的的，所以是媳妇熬成了婆，那个时候婆婆就有自己的权利了，婆婆自己就有当时就那个法号设定了。这个在还做是媳妇的时候，所以人在屋檐下都敢不低头，你低了头的时候有好处，这个不低头的时候自己这头要床铺头部去流了，所以是在这个时候不得不委屈，委屈，那只有弯着腰下去，只要低着身体走过的屋檐，走过屋檐以后，可能从另外这个屋檐底下走，这个觉得是值得的。为什么？过个几年，这个老人家也朋友也过世了，这个小姑也会嫁人了。这个自己渐渐就会这一个家庭的一个负责人了，一个所谓家庭主妇了。如果期待着这一天的来临，那么这个就是有企图的啦。有企图的也没什么不好呀。这个不能算是无我，只能说是现在正在做这个经营呢，现在正在付出，那未来他有未来的这个前景在前面呢，这个不算是无我的。这个是小我还是蛮坚固的，这个是两种，都不是无我，一个只是没这个有一点点大我，所以大我就是家庭的大我，这个团体的大我，整个环境的大我。一个呢，刚才我讲是有企图的，有期待的，那根本还是个我。那么这个家庭里面有这样的人，也不为什么不好了哈、还是很好了。我们至少说他是大体的，那也是大体的人啊，也是很好啊。那不是无我呀、可是我用佛法里讲的无我就是自我消融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问题，还有呢，也没有考虑到这个环境里面呢，是不是对我自己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赞叹啦、荣誉啦。这个肯定啊，他不考虑这个问题。可是还有一种人，他认为无我就是无所谓，什么都无所谓，他觉得这就是无我了，是吗？那是不负责任，对吧？像这种人，可能呢，手高眼高手低，因此呢，他自己就用一种啊，所谓啊，我无我啦，就没有我没有关系啦。这个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缺点，我想这个不是我吧，不是真正的无我。是，谢谢师父的开示，也非常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